这一次要来玩一个云之歌。云之歌的话，它其实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然后这段时间的话，其实就一直有在更新。然后像我现在玩的道士的话，算是他更新后最新的一个角色可以去选。我的角色现在还不是道士这个职业，我现在角色的职业叫鬼四。因为在改版之前呢，就鬼四这个职业是有的，但道士还没有，所以等到是后面来到三百等之后可以转职升为道士。但是如果现在大家穿这角色的话，道士道长是已经是可以选的，因为他其实招式蛮多都跟我们之前在看任何僵尸片的那个风格蛮像的，一些八卦阵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大范围 LOE。都有这个展示画面出来。什么？竟然说他比正义还帅？我觉得正义很帅，我觉得正义很帅，不能这样哎。然后像另外的话，还有地藏，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地藏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很少数这类型的游戏里面会有地藏这个选择。琉璃，浮于黑暗之中。注视光明。我现在其实蛮好奇我等等转职之后能不能保持女生的样貌。然后行者的话是悟空的。我若成魔，天奈我何。鬼四就是我现在的角色，我现在角色之后要转职。这个的话一定没问题的。然后斩月。所以其实就只有鬼四是有点萝莉，如果大家需要萝莉的话，可以去玩鬼四哦。大家知道了吧？我先来给你们看看，我现在人的话，我在主城的地方啦，因为它地图很大嘛，所以其实你在点位置的时候，假设我要去流朔天泉点下去，它就开始跑了。开始跑之后呢，你可能觉得这样很慢 ，OK， 我们开始起飞了。我们就直接三段的跳，然后过境之后啊，它就会开始飞了。对不起，我没有操控到。哎，撞到墙了啦！我刚刚不小心撞到墙。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玩这个，这个很好玩。没事就在跳来跳去啊，我也没干嘛，我就想跳。我觉得轻功很多游戏都越做越好，然后那个画面感、流畅度之类的都越来的提升很多。然后在于云之歌的话比较特别，云之歌的话它的 VIP 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任务，就是你透过任务解完之后呢，就可以升级 VIP 6、VIP 7、VIP 8，然后一路往上。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你只能单氪金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就是等于说你花一点时间，然后把任务解了之后呢，就可以往上升，把 VIP 值升得越高越好。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慢慢把它升上去的一个地方。另外它还有一些副本类型的活动，像副本类型的活动是每天都有时间限制的，像是吃鸡战场的话就是现在是 right now 有的 right now 就有的一个副本可以打，然后像是温泉问答的话是每天中午的正中午到中午的12点20分，然后像是其余的像英雄轴啊、全民 BOSS 啊、双倍护重这一些的，都会是在每一天的固定时段会亮出来，然后给你去参加，大家也可以记一下时段，来玩一下吃鸡吧。A 三五日记得哦，好吗？时间要记得一下。为什么他不给我？为什么他不给我玩？他不给我玩啊！我很难过哦，我好不容易等到嘞，我要先怒转职了。哼，谁想要吃鸡？吃鸡不是我，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先转职。300等的鬼市，然后我要直接利用转职，然后转职卡之后呢，我就可以升到道士的。哦哇，我们这一转，长块肉出来喽，转职就变男生了吗？我们转完就变带把的，哎，我看看他飞的样子。哦，他会，哦，他旗舰呢？高富帅，啊，高富帅超可爱，高富帅超像学长系列的，学生会会长。我觉得正音的符我最喜欢，它还有一个系统就是结婚。中立胜利男他对我是90%的心动，我要不要求婚哦？然后他可以做婚戒哦，他婚戒的话是有可以做男生的跟女生的，要记得要分哦。好哎，我最喜欢这种有任何可以结婚的游戏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我来看一下 BOSS 阿虎啊。我的阿虎们好可爱哦！阿虎们一直在咬他屁股，阿虎们咬他，咬他卡层。最后一条了，最后一条了。好嘞，拿了一堆橘装跟紫装，哎，我们就是这么的，先扫一下，这么的有耐心，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哦。大家日常的这边还有活动的副本，然后你们也可以再看一下是上方的副本。上方的副本的话，也有一些是其余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挑战它。然后不要忘，就是 VIP 是你每天解一些任务之后 ，VIP 可以慢慢往上累积的，这是挺重要的一环哦，知道吼。记得到图集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也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订阅者可以进入 LINE 群组一起玩哟。